问两个大人一个囡仔嘛，讲啊，迄张囡仔来回拢会使哩啦，啊，迄张囡仔会了哩，啊，阮姊也讲伊毋捌坐飞机啦，阮讲爱即个过去啊，无即边，互恁即两张，互恁两个去坐，但是囡仔家己负责转来啦。伊讲两个足无聊，啊，就爱去食迄啥油果啊，食食，两个搁买机票坐倒转来咧，我讲安尼嘛足咸，安尼迄个金箍也足贵个，伊讲。啊！你落机的时阵嘛，唔知要去倒，啊，迄鸟不生，意思讲飞机，我安尼恁爸坐过飞机啊？哎，啊？你骂什么？啊！哎呀，脏掉了啦！你看，哇，哦哦。怎么？你没有对？